超火的宝贝哦，超火的宝贝的话，然后就不需要，不需要送那个什么超火，直接送一个火箭，就是直接送一个火箭。直播吃吗？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吃得饱吗？管饱。吃不饱，你说这咋办？吃不，肯定管饱，怎么能饿着你呢？怎么能饿着你呢？什么时候打卤食啊？公益的时候会打卤食，公益的时候会打卤食。下次再更硬，我供应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直接现场给你打卤食。欢迎新加入宝贝，谢谢关注。是吗？这个赛季又更新了，我的天哪！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哟，然后一个飞机嘛，100块钱，就看你舍不舍得给自己送了。你想送了也直接送一个就好了。这腿应该好玩。俺都说了，放在家里边好看又好玩。拎出门盘在腰上，大气上档次。大气上档次。老好玩了。欢迎偏爱啊！之前有送过一个飞机，现在要回来可以送四个飞机呢。然后超火的宝贝话优惠了三个火箭，火箭的宝贝优惠了四个飞机哦。我身高172，体重最近可能都长到了110多了，因为最近没有怎么锻炼。宝贝，你想送了也直接送一个就好了。没穿裤子吗？穿了呀，不穿裤子超管早来了。然后最近我说7天没开播了，一开播我发现我的天哪，二次元竟然在改版，我有点不可思议。宝贝，那么多小哥哥送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就好了。
一个飞机，宝贝，火箭呢？直播间火箭优惠了四个飞机，超火优惠了三个火箭，是优惠哦，优惠了三个火箭，也就是，哦，谢谢阿银宝贝的大火箭，谢谢阿银哥哥。欢迎王者，好久不见了。看到别人送了，你想跟了，直接跟一个就好了。谢谢关注，哦，谢谢字母宝贝的大火箭，谢谢宝贝的火箭。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谢谢宝贝的大丑大火箭，哇，这样的站着我觉得我的腿好矮，果然这个机位好吃亏，这个机位就是好吃亏的滋味，好久不见啊，最近有没有想我？7天没见了，还说，人体的细胞7天一个小轮回，28天一个大轮回。我要是再不来，你可能都把我忘了。哦，欢迎陌生人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哦，周迅是吗？差点被看成鲁迅了，我说我什么时候长得像鲁迅？谢谢关注。那个房管封一下广告哟。去你直播间玩，就你这直播中间还要来别人直播间拉个用户的，那能好玩到哪儿？一点都不专注内容，你能好玩到哪儿？然后那个房管封一下广告，人说上班还要出来摸个鱼，我要是个粉丝，我肯定不会去，上班还要出来摸个鱼，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阿言哥哥，你能看到自己说话吗，宝贝？你能看到自己说话吗？就是你能看到自己说话不能？你看那个弹幕都发那么多了，然后你能看得到吗？你能看到自己说话吗？能看到是吧？你看一下你下边的那个。你看一下弹幕，是吧？你能看到自己弹幕，我还以为你把弹幕屏蔽了，看不到呢。一个飞机宝贝，我们直播间是不需要送火箭的。超火的宝贝的话是优惠了
优惠了三个火箭。我今天开播，然后明天就可以给你上传了。终于回来了，想我了吗？想我了没有？谢谢荧光棒哦。想吃我？那你想多了。妈，你想多了，平翘舌不分哦。北方人好像没有卷舌音啊，北方人是没有卷舌音的。哦，有儿化音。谢谢荧光棒，丑八怪，你又在无中生有，是不是？怕不是做梦自己舔到自己的脚了吧？我今天看那个动画片，就是那个男的被一个女的踢，就是那个女的用脚踢了他的头，然后他这个画面是舌头伸很长。哦，谢谢麋鹿哥哥的大飞酱，谢谢麋鹿哥哥的大火酱，因为我们直播间不需要送火箭嘛，然后火箭的话是优惠了四个飞子，然后那个弹幕就说这个男的耍流氓，别人踢他，他伸舌头舔别人，那个弹幕是这么说的，谢谢宝贝的大火箭。你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了也直接送一个。快走，快走！终于走了，你快走。快走吧，你快去，说不定还能捡个媳妇回来呢。一个火箭，宝贝，一个火箭，因为直播间呢超火是优惠了三个火箭，是优惠了三个火箭哦，宝贝。然后火箭的话是优惠了四个飞机。好久没有给你们翻白眼了。宝贝，来都来了，自信一点，把麻子去掉。人说自信一点，来都来了。这个居然是个红鞋底啊！这个叫马油啊，
这个叫马油啊，宝宝。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哟，一个飞机嘛，100块钱，然后想跟了直接跟一个。哦，扛到肩上，弹到腰上。盘到腰上，不要扛肩上。嗯，怕韧带不好。盘到肩上，腰上就好了。嗯，哎，这个丑八怪最近变黑粉了呀。嗯，宝贝，你想送的直接送一个，一个飞机嘛。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充值；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了。那么多小哥哥送，你想跟的直接跟一个。我前两天还学了一个动作，等一下，然后给你们演示一下，我还学了个动作，我说这个动作到底，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女主播是这么做的，然后我说啊，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思考了半天，哦，我懂了。谢谢幸福卷哦，谢谢啊，不破不立哥哥的幸福卷哦。嗯，大慈的宝贝的话，直接可以送发火箭呢。嗯，服务大哥，我敢吗？我敢吗？门都不敢出。生怕被隔离了，别老是跟我说呢，哎，啥钱就赚，主播也不是那人。解锁了新姿势，然后说哦，谢谢壁咚，我说我还是太年轻了，学的太少了。嗯，是的，体力贼好，主要是心疼你们。嗯，还说脏活累活苦活我都干了。嗯，脏活累活我都干了。嗯，然后想送的宝贝的话，直接送一个就好了。嗯，然后超火的宝贝的话，超火的宝贝的话，直接可以，优惠三个火箭。哦，谢谢用户哥哥的大火箭哦！啊，谢谢宝贝的大火箭，宝贝是超火优惠了三个火箭，而不是让你送三个火箭，一定要听清楚啊！是优惠了三个火箭，什么叫优惠，宝贝？啊，谢谢宝贝的大火箭哦！然后火箭的宝贝优惠了四个飞机，送过一个飞机的宝贝回来可以直接送四个飞机呢。我家人知道我的优秀吗？
宝贝，我家人知不知道我的优秀都无所谓，毕竟我工作嘛，是不是？只要你知道我的好就行了。毕竟出了这个直播间，可找不来这么好的主播了。我今天能让你开心，让你高兴，这也就是这个主播的本事了。升级，八怪哥哥，你直接再送两个，你之前有送过三个飞机是吗？你再送两个飞机，你之前是不是送过三个飞机？你再送两个飞机。虽然你是个女的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看我。那是啊，女的喜欢，人家说，女的看中我的手速，男的看中我的技术。我要给我女粉之间啊展现一下我的手速。你说哪个女粉不喜欢我这手速？喜欢我很正常。还说男的喜欢我技术，主要是技术好。没办法。哦，谢谢啊，烟明哥哥的大超火哟，老板超火厉害了。主要舌头还好用，你说哪个女的不喜欢？我要是个女的，我都喜欢我这样的。谢谢老板的超火哟，老板超火大气了。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，你想送的话，你直接跟一个就好了哟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的话，记得把关注点一点。谢谢宝贝，哦，谢谢宝贝的好评反馈哦。那是啊，主播也是个时代主播，也不干那种没良心的事儿。一个飞机嘛，然后你们想送了宝贝的话，你直接也可以送一个。大四的宝贝的话，直接可以冲发火箭呢。谢谢宝贝的大超火哟！你确定看过婉儿吗？我确定。欢迎不如意哥哥，谢谢好评反馈哦。说的我一会儿就膨胀了，哇！欢迎猛猪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最近忙不忙啊？我最近好久都没看到你们了。是吗？我这个袜子很薄的，你看，其实很薄，它只不过是反光而已。对，前一段时间因为公益了，然后一直在养分。公益了来着，然后一直在养分。穿的跟秋裤一样，秋裤，我家的秋裤可比这厚。然后就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最近因为休息太闲了，然后我都准备想养条狗来着。是的，八怪哥哥，你再送两个飞机，宝贝，再送两个飞机。
英明哥哥，你注意观察一下那个，就是评，就是那个你自己说的那个话，看一下那个，就是观察一下那个弹幕。对，送过3个飞机哦，回来可以直接送2个就好了。是的，不如意哥哥，你再送2个飞机。那个八怪哥哥，你再送2个飞机，我告诉你。哦，谢谢不如意哥哥的补妆超火哟！谢谢宝贝的大超火。然后你那个手机来找我就好了，手机。你也可以先送一个飞机呢，别人都是送过一次，回来又送了2个呢。毕竟我们家做的还是回头客生意呢。一个飞机是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的呢。人说，你说主播不仅想赚你这一个飞机，还想赚你那4个飞机呢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是吃惊，浑身解数对你好呢。谢谢啊，谢谢白毛哥哥的大火箭啊。谢谢宝贝的大火箭，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你想跟了也直接跟一个。好久不见了。那么多哥哥送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谢谢班卡宝贝，谢谢宝贝的班卡哟。送过一个飞机的宝贝回来可以送4个，然后之前有送过3个飞机的回来可以送2个飞机。大气的宝贝的话可以直接充发火箭了。因为我们直播间超火的宝贝的话，直接优惠了3个火箭，而不是让你送3个火箭哦。碟不够，不是这么说的哟。人说厨师做饭好吃，吃一碗还想吃2碗呢。你说吃一碗还想吃2碗呢？别问为什么，因为好吃呀，对不对？别人都说了，你为什么吃一碗还要再吃2碗、3碗呢？因为好吃呀。我也想你们呢。我得开个空调。我以为很热了，没想到还是很冷的。11点了都，11点了。最近在家里边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我终于把自己就亏的觉全补回来了。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每天都熬嘛，然后都睡不醒，然后最近真的睡了一个特别舒服的觉。是哦，我爸那个看错了，10点半了。我竟然看成11点了。最近本来我是打算出去玩的，然后后来一看新闻，算了吧，我都不出去了。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最近都没有出去。
淘宝是可以充值的，宝贝，京东、淘宝都可以充值。鱼丸的话是可以升等级的。鱼丸的话是可以升等级的。那个音明哥哥，你看一下，已经扣了。对，十万个鱼丸的话，它是有一个那个，特效的，它是有一个那个超大丸星的特效。看到别人送了宝贝的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是吧？这个红色好百搭，是好看的，就很百搭，刚好跟我这个蝴蝶结还挺搭的。我过年买的，现在才收到。过年买的，今天才收到。七天都没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人说休养生息七天也够了呀。可以试试红色的皮裙是吗？哇，你竟然好这一口。你竟然好这一口。100块500个鱼丸，他那个是100块钱充值的话，到账是100块钱鱼翅哦。那我可太适合了。哦，谢谢用户宝贝的大飞机。谢谢宝贝的大飞机哦。慢慢攒，抢抢那个宝箱，然后可就慢慢攒，就可以攒得够的。谢谢宝贝的大飞机。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，你想送啊，直接送一个呢。一个飞机嘛，100块钱，然后想跟了直接跟一个。我们还差一个飞机过星级任务哟。有没有宝贝要送一个呢？七天没有开播了，上一周那个星级的，你要抢啊，抢的话啊，都慢慢累积就会比较多一点。谢谢宝贝的大火箭们。要抢一抢的，你可以试着抢一下。谢谢用户哥哥的大火箭。
新的播主播的宝贝的话，直接可以冲发火箭。你要是个男的，你就冲了。巴斯牛仔哥哥，你去淘宝的时候一定要备注一下你自己的昵称哦，然后它是秒充秒到的，然后你要退出直播间再进来一下，刷新一下页面，可能是到了，然后你不知道。超喜欢尖角的，可是你才1.6米，那不是应该更要穿高跟鞋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是穿搭的问题。穿搭的问题，不可能不会不伦不类的，只是你个人感觉，要有自信。你知道我身高太高了，更不适合穿高跟鞋。就我出门，对对，卫衣贼多。我前两天收拾了一下我的裤子，我竟然有12条裤我竟然有12条裤子。哦，谢谢宝贝组装超火呀，宝贝超火厉害了！谢谢宝贝，谢谢宝贝的超火呀！宝贝你手机来找一下我，宝贝儿，手机来找一下我，谢谢宝贝的大超火呀！看到别人送一个飞机又回来又送2个的宝贝的话，然后你们想送的也直接送一个，一个飞机嘛，100块钱。苹果手机的话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，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的直接赠送就好了。一定要刷新一下，刷新一下的话，它基本上去，去别的地方充值鱼丸，它也是秒充秒到的呢。对，我今天才开播，因为前两天一直公益，好久不见了，因为一直公益，然后养分来着，太难了。是的，还好没放弃，是不是？还好没放弃。前两天在养分嘛，养分的话，那就要挂机。养分的话就是3天回1分，如果到4分的时候，他就不能送礼物了。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，因为可能是二次元改革，就管得比较严一点。可以呀、下了播可以跟你玩2把。哦，
我要给你推荐。我最近竟然找到了一家内衣店，特别舒服。好嘞，而且他们家还有联名款，我买了之后，真的好适合我这种胸大的，我觉得胸小穿上也舒服。超推荐，而且还可便宜了，质量可好了。我到时候发给你。不穿内衣，要穿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用进废退吗？就是你要不停的去锻炼。如果要你要是不去锻炼的话，它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用进废退，就你用它了，它才会往前一步。你要是不用它，它就会倒退，你懂吗？所以说，我的肩也很宽啊，我的肩也很宽，主要我的肩也现在都变成了直角肩。终于等到我直播了，等了多久呢？欢迎新仔龙宝宝。欢迎新仔龙哥哥。看到别人送飞机的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，大气的宝贝的话，直接可以送发火箭呢。超火的宝贝的话，优惠了三个火箭；火箭的宝贝优惠了四个飞机。然后你想送的也直接送一个。谢谢荧光棒。之前有送过三个飞机的，回来可以送两个飞机，然后送过四个，就一个飞机的，回来可以送四个飞机哦。大白领巾哥哥，说的太对了，还在犹豫的宝贝的话，你可以先送一个飞机哦。看到别人送了宝贝的话，你想跟了直接跟一个。越来越大，男生的用多了会不会也变大？会的呀，会变大的呀。你看那种健身的男的胸肌，那可是，哎，很厉害的。
为啥有些人可以用两个职业牌呀、啊？那个饼干啊、哦，打这个游戏的时候要去看攻略，先把攻略看清楚了再说。嗯，看一下什么叫核心卡牌。看到别人送了，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一个飞机是100块钱，宝贝，你想跟了直接跟一个就好了。嗯，超火了，宝贝哈，优惠了3个火箭，宝贝，火箭了，宝贝，优惠了4个飞机。嗯，都可以的，宝贝。嗯，你说的都可以。不玩天梯模式的，我们只玩酒馆，我们只打酒馆排名。难不成我还要瞪着眼瞪着你吗？多吓人啊！换人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换了一个衣服。毕竟人都说有一句话怎么讲吗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吗？谢谢世外桃源哥哥的大火赞。嗯，谢谢宝贝的大火赞。嗯，宝贝火赞大起了。然后想送了宝贝的话，直接可以跟一个，一个飞机嘛，100块钱。然后想送的直接送一个。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哦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了。哦，超火优惠了3个火箭，火箭优惠了4个飞机。哦，谢谢 ID 一成不改哥哥的大超火哟，大火箭。谢谢宝贝的火箭。
谢谢宝贝的水晶大肥子。嗯，明天还播吗？再播没饭吃了，我要再播下去没饭吃了。嗯，再不播没饭吃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一个月不休息。嗯，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一个月不休息呢。谢谢宝贝的大伙子。嗯，大四的宝贝的话直接可以冲一发抽，冲一发火子，超火的宝贝优惠了三个火子，嗯，火箭优惠了四个飞机呢。嗯，挑战一下一个月不休息。室外哥哥，你看一下，宝贝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小助理说的话，宝贝，你看一下，嗯，嗯，是吗？是不是速度太快了？你看一下那个小助理，嗯，欢迎新加了，宝贝。嗯，你要去主动去说话哟，要不然别人不会主动找你的，只有骗子才会主动找你。但凡有人主动找你的，让你转账的，一定都是骗子哟。嗯，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了，你直接送一个。三六 D 宝贝儿，嗯，最近开播的时间都是8点钟。好久没开播，在家我也都没敢出去了，也都没敢出去。然后前两天就是休息的那两天，就是每天都是睡觉，因为在补觉。嗯，有钱还照顾苏苏，起码苏苏还谈什么恋爱？哎呀，谈恋爱真花钱了。你说你去买个电影票，吃个饭，一天400-500没了，可能到最后连个小手小腰都拉不上。我们这直播间主播还是实在呢，是不是？最起码人说送一个飞机，一个飞机100块钱，这主播是吧？立马就领回家了。嗯。对，然后就不敢出门，就每天都在家里。然后我就回来之后，我然后开播，然后很多人说又去陪老头了，那老头也怕死啊。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，大次的宝贝也可以直接送发火箭。嗯，超火的宝贝优惠了三个飞机。
就是超火优惠了三个火箭，不是让你送三个火箭，是优惠了三个火箭。火箭的宝贝的话是优惠了四个飞机。你就是那个老头是吗？那是啊，我最近闲的，我都说准备要养狗了，准备要养狗了。你给他氧气管拔了，谢谢关注，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谢谢彭点点哥哥的大火赞，谢谢彭点点哥哥。谢谢彭点点哥哥的大火赞。看到别人送了宝，谢谢宝贝，欢迎新仔的哥哥。还有没有小哥想送的？想送的宝贝的话，直接送一个呀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宝贝的话，记得把关注点一点。想跟的宝贝的话，直接跟一个。是吗？我再给你换一个，再给你换一个。终于来了，对，从今天开始就不准备休息了，再休息休息，我跟你说啊，那简直了，再休息休息就要喝西北风了。还说一个月上班，我只上了半个月的班，其他半个月全都是在强制性休假。前两天是因为直播间公益了嘛，然后就一直在养分嘛。看到别人送了宝贝，你想送也直接送一个。超火的宝贝的话，直接超火的宝贝。